近我们的示范区，对，所以这个厕所变成优先把它改成无障碍厕所的规格，好、哦，那这边只要你能宽就尽量符合它，它的宽度就是它直径在150公分，尽量符合它，然后这样的厕所下来的话，一般所有的大众都可以使用，然后我们行动不便者都可以使用，年长者都可以使用，那叫通用的厕所，所以在这边最符合。在我们来这边参观的民众使用的一个厕所，那我希望在这边把它改一个符合无障碍的一个厕所在这边。